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场景很熟悉？如果你家潮湿的像在热带雨林，推荐你一台不到万元、高 CP 值又省电的 GP 除湿机。GP 呢，它是一台非常轻巧、适合小平数的除湿机。它日除湿呢，可以到达 11.8 公升。那如果你家是小平数呢，它适用于14平左右。你看它的万向滚轮，是不是超好推的？你可以推去任何你想除湿的地方都没有问题。水箱呢，单手就可以提起来，不需要小心翼翼的捧着水箱，就算你每天倒水都可以很轻松哦。而且它的水箱容量有 4.3 公升，非常的大。平价除湿机很少看到会有自体防霉的功能，但是这台它竟然有。自体防霉呢，为什么这么重要？空气潮湿就可能产生一些霉菌，那除湿机呢，把霉菌吸进去之后，就会在里面滋生，霉菌就会跟着风吹出来，这样的空气不是很可怕吗？GP 在关机后呢，还会持续运转，为了让机器内呢达到完全的干燥才会停下来，达到自体防霉的效果。平价的除湿机会比较不安全吗？那可不一定。GP 呢有18项的安全措施，主机板、马达、压缩机都有，全机一年的保固，压缩机三年保固哦。GP 极度干燥除湿机最低湿度能设定到30%。低于30%的湿度可以将尘螨杀死，然后我就会用吸尘器将所有的灰尘、尘螨尸体都吸干净。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有三色灯号的显示，红色、绿色、蓝色。像我现在的地方呢，它比较干燥，所以是蓝色的。一般看数字呢就已经很清楚，它用灯号提醒你更简单明了。远远看呢就能了解现在的湿度是多少，按键操作很直觉简单。贴心提醒，开启除湿机的时候要记得开启负离子。负离子有300万，可以抑制空气中的异味，让空气变得清新。你是小家庭或是租屋族，推荐给你 GP 除湿机，搭配 GP 清净机，组合价只要10980，超级划算，赶快上486团购。486团购11周年庆，独家干衣机下杀4000元，年度最热卖手持吸尘 H9P 抗涨再降近4000，更多抗涨家电只在486团购。